家庭当中内部的这种这个互相之间的陪伴照顾啊，这种亲情啊，这是比较永恒的，还是这方面重要吧。就适当的，这没有办法。每个人在30多岁之后呢，你差不多都会面临类似的这样一种人生思考，新的思考。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啊，你就感慨，这人生确实世事无常的，随时随地变化都有可能到来。这就是共勉吧。胖登的活着，这种人确实可笑，别人看球图一乐。他把杜兰特当自己爹了，估计他爹被骂都没这么生气啊！什么人才会辱骂队友和投敌当信仰？这个东西我感觉他，你跟你喜不喜欢篮球是两码事儿。但你就算说喜欢篮球呢，你这种这个做法是明显是不理性的。因为生活当中人呢，你如果说呢，就是发几句牢骚，这完全可以。但你真说这个当面，或者说生活当中、现实当中，你这个情绪也无法做到有效的分割的话，那就是你自己问题了，你是自己管理情绪有问题了，对不对？你现实当中怎么的？人家有一句话，你听起来不满，网络上你互相之间辩论乱七八糟都行，现实当中你怎么的？你敢这个动手上你就骂人家，那这说明你自己是有问题了，所以这就是自己改吧。某夜黑啊，林书豪场均仅12分，是否面临退役？啊，林书豪现在打得不太好呗。他其实这个在之前呢，在 NBDL 当中就那种表现呢，说实话已经不太像一个这个能在 CBA 啊扛起一片天地的这么一种外援级别了。正常来讲，在 CBA 当外援呢，要求也不是说那么低。在 NBDL 起码呢，你得能打出，你不说统治级别吧，你也得是一线明星，尤其进攻端火力输出这块，因为 CBA 球队对于外援的要求呢。不是说这个你的组织能力到底有多强，这玩意儿往往是锦上添花。最根本的还是你的输出等级。林书豪恰恰就是输出等级不够。另外，防守呢，他也不像很多多功能外援那样。你比如说威姆斯，关键时刻他可以去防这个郭艾伦呢，可以去防很多对方啊这样一种头牌箭头的这种这个核心小外呢。但林书豪也做不到，防守端他其实能力也不行，本身年纪大了嘛，原本他也并不以防守见长。因此，这林书豪。是不是面临退役？在 CBA 联赛当中，一旦说啊，就是已经不够外援级别了的话，那接下来我感觉以他的腕儿，以他的学识，他是完全没有必要，就是在其他更低级别的联赛当中继续去勉强讨生活的。因为林书豪他有很高的智慧，就以他的能力，以他呢这些年间他对于体育产业的了解，在相关的领域之内吧，谋个一官半职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在欧美地区，甚至能不能说，进入到一家球队的高层啊？这我感觉都是很正常。毕竟他这个出身呢是属于是名校嘛，所以林书豪差不多那就有可能。这反正在西北打不下去的话，没有必要继续打了。我的脚法，如果杜兰特接下来全勤，场场爆种，最终以55场1800分拿下得分王，进二阵，宇哥会如何评价本赛季杜兰特呀？如果杜兰特就接下来连续爆种，最终拿下得分王了，因为现在对于杜兰特来说呢，拿得分王最大的一个掣肘之处就在于他的出战场次不够。出战场次一旦不够，你就得是按照你的总分呢除以58，就不是说你打，假如说我打了55场，不是除以55了，而是除以58，多加了这么几场，平摊下来了。这样一来呢，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你要了解平摊一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一场比赛拿0分，就这个概念。你少打2场比赛，相当于你这2场比赛都出战了，但是这2场比赛是挂零的。你要说在这种逆境情况之下，尤其本赛季目前呢，得分王的竞争呢，进入到最后的白热化的攻坚阶段了。乔恩比德，我绝对不相信乔恩比德他在个人荣誉这块没有欲望的，甚至他是欲望十足的，斗志昂扬的，如同一个出笼的猛兽一般。就感觉联赛当中团队的冠军奖项，我当然想要，但是目前为止，本赛季我最好是能够先让自己的个人身手在联赛当中的威望地位先得以丰满，对不对？所以恩比德呀，去年他就竞争 MVP 了，排在第二，今年肯定是对于个人顶级的一些奖项跃跃欲试的。所以他竞争得分王呢，配合上哈登他的输中炮弹，配合上哈登至于队内5号位的这样一种效率的加成的附带作用。恩比德也是冲的，劲头十足。另外一边，湖人队的勒布朗詹姆斯呢？詹姆斯目前14球4抢，没有什么太多的胜负压力了，因为你再怎么赢，冲不到这个前八了，
因为这个差距一目了然，你就是结合湖人队当下的牌面，再怎么赢球冲不上去了，再怎么输呢，实质上现在湖人队就这样，不上不下，第九第十挺稳，再往下输也输不下去了，后边那个球队他没有什么战斗欲望了。所以呢，你再结合詹姆斯今年呢，他场均得分这么猛，最后阶段胜负压力其实也不大，而且詹姆斯也想开了，说实话整个职业生涯荣誉等身呢，我今年夺不了冠军了，这点基本上也算是认命了，是不是？我不可能年年都争冠嘛。那最后阶段你说我愿不愿意说多拿点分呢？而且多拿点分对于球队来说也有帮助，甭管咋地，我感觉詹姆斯后续他竞争得分王这一领域他也是能量强劲。相比较之下，凯文杜兰特呢，他是有这个胜负球的压力的，再有一点呢，他这个出战场次这块一旦说对不上去的话压力太大，而且杜兰特整个职业生涯并不是一个场均得分的，尤其单场爆破这块特别夸张的，至今为止联赛当中现役的所有单场拿过60分以上的没有杜兰特，他的体能这块哪怕是巅峰期的他都值得怀疑，更何况现在重伤之后的他，这体能是差一点，再结合这个篮网队啊，你能不能说最后阶段大量透支使用杜兰特呢？恐怕也费劲，他本身是遭遇过跟腱断裂嘛，而勒布朗詹姆斯和乔尔恩比德没有遭遇过这种重伤，所以你再加上他身上背负的就目前阶段竞争得分王场次这个差距的压力，这就不行。所以我预计啊，今年杜兰特最终能打55到56场，你这样一来就相当于有2到3场比赛是挂零的，扛着这种重压面对恩比德和詹姆斯他俩向前冲的势头，我感觉杜兰特是抵挡不住的，最终基本上不会拿到得分王这个奖项，太难了，这个难度太大了。所以说入选这个第二阵容啊，第二阵容他是连资格都没有，因为入选这个第二阵容呢，基本上联盟目前啊差不多已经意识到了，你拼这个个人的单项奖你可以除以一个58场，就是说70%的出勤率底线要求，你这么一整，你就算说打了50场，如果说你这50场场均分冲的足够高的话，你也能竞争得分王。但是最佳阵容呢，他没法按那个方式去进行划分的，最佳阵容啊，你怎么评判呢？你不可能说这个就打了20场比赛我就让你入选最佳阵容，最佳阵容这个底线呢就没法像单项奖项那么这个往回拉，他几乎没有余地，如果不够70%的出勤率的话，你就没有资格入选最佳阵容的。因为最佳阵容这个是 NBA 官方的对于当赛季啊各个球员他们发挥的一种怎么讲呢，相当于一种官方的认证了，而且这玩意儿涉及到很多年轻球员未来签合同，当年吉森塔图姆就倒在这块了，对不对？没有拿到这个最佳阵容，结果导致他的合同总金额应该是损失了5000多万，所以这个干系重大，你如果出勤率不到70%你就没法竞争最佳阵容了，这是合理的，所以他入选不了这个第二阵容。如果说能入选，那你说那个假设这个都可你的来，当然这个也挺强，也挺强今年。但是我感觉就以杜兰特的标准来要求他的话，今年就算说入选了二阵了，而且呢最终也加冕了得分王了，我感觉以杜兰特的标准而言差不多呢 ABCD 四个档绝对达不到 A， 绝对达不到 A， 你可以说他是 B， 但绝对达不到 A， 没有办法，打打停停并非你所愿，但这是事实。这就如同我也想在 NBA 打比赛啊，那是不是说也应该给我挣一份薪水呢？我想不行，我得能打才行。另外我当老大呀，不光你得想当老大，你还得有当老大的这样一种威望，对内你也得行使当老大的职责。如果说你都没做到呢，总体评分的话绝对评不到 A， 最多是个 B， 如果这个凯文杜兰特呀，最多是个 B， 最多再多就不行。霸气一点点啊，这个宇哥，我小弟是詹姆斯球迷，今天我为了哄他说詹姆斯是历史第二人，结果他说我占第一，请问您觉得詹姆斯历史地位第几啊？啊，你小弟是詹姆斯球迷，今天你为了哄他说詹姆斯是历史第二人，结果他说第一，请问您觉得詹姆斯历史地位第几啊？如果说这个你小弟他本身还尚未成年的话，我感觉呢
完全可以由着他来，因为往往一个青少年呢，他喜欢自己的偶像，尤其他经历了这个时代，他没有看过就是以往那些顶级高手他们是怎么打比赛，他只是目睹了就是他有生之年发生这一切。那每个人内心当中呢，都有那样一种这个很纯真很简单的一种对于篮球比赛的理解看法的。可能说他年龄尚小，就是他就感觉詹姆斯就是我内心当中的GOAT的，这你就没有必要破坏。等他年龄大了之后啊，他会有属于自己的理性客观的判断，届时呢，他可能说会得出结论的啊，看来詹姆斯目前起码这个成就跟乔丹相比的话，可能说差点。但是他如果未成年呢，你就完全可以按照他的说法顺应他来，对不对？詹姆斯确实优秀，无论在场上还是场下，纵横捭阖二十来载啊，目前阶段依旧表现神勇。虽然说球队团队战绩这块谁都有老的一天，也不算太奇怪。我觉得詹姆斯排第几？目前还是第二，这个第一还是不行，目前还是第二。高尚者的墓啊，宇哥为什么得分见长的度，生涯最高分和场均都低于37岁的展？另外，宇哥建议选了清华张导，谢谢啊。啊，选了清华呗。啊，之前这个观众他好像说什么呢？面临一种选择，是清华呀，还是说什么这个，人民大学？反正我具体不太清楚你到底是学啥的，反正后来你是选了清华，选清华可以，清华这个牌子多响亮，对不对？金字招牌，到哪儿一提我是清华学子，人家都得高看一眼。而且这玩意儿呢，它就是民众当中普遍认可的，往往时间一长呢，它就越来越值钱，有时候就这样。这因为它在民众当中这个权威性啊，还是属于是非常突出的，国内的理科的学术权威，所以你去那也没有问题。所以说这个为什么杜兰特以得分见长，杜兰特生涯最高分和场均都低于37岁詹姆斯，这个就是说啥呢，凯文杜兰特一是他这个持续性不说那么强，他一场比赛他无法做到，哎，比赛贯彻到最后一节他仍然保持前两节那般这个高效发挥，这点杜兰特整个职业生涯显而易见他做不到。再有一点呢，就是他的单场爆发率最高得分的，这个也和他这个体力不支、体力这方面有所欠缺，而且呢，他的进攻手段呢，巅峰期杜兰特，说实话，他也不是一个完全秃头、彻底结合一体的运动员，他更多还是飘着打类型的，就是而且还是以大量的中距离飘打为主，所以呢，这就导致杜兰特呀，他一场比赛你说他极高输出呢，但他秃头其实很难做到有效结合。就他的突破年轻时候也并不犀利，因为有项体测数据嘛，杜兰特他新秀时期的体测数据，哎，3/4场地折返跑，他的这个数据呢没有格雷格奥登强，奥登是个中锋你不要忘了，所以你就由此可以看到杜兰特他这个下肢力量确实有限，就是他只要说迈开步想往里突的话，这个第一步的速率对方往往后判断的也能跟得上，因此这是杜兰特嘛，他不是绝对的像詹姆斯那种啊秃头完全一体化结合的那种类型，不是这样。杜兰特更像是一个，中远投为主的，中远投这个距离是他真正的甜蜜区的一个高效得分手，他确实也挺高效，但问题是你两分两分打呢，他就想得高分非常困难。你不像说詹姆斯，我经常来个突破，配合呢一两个三分球啊，而且就算说是突破，大量的2+1，这个东西显得更高效。杜兰特呢，他这个就差点，尤其投篮这事儿啊，随着比赛的深入呢，你的手感呢也会下滑的。因此，杜兰特就是单场得分呢，他不太容易冲上去。两分两分投这个确实比较慢，太慢了。突破篮下打2+1啊，轻松上篮灌篮打进呢，这些东西他都是属于是更加高效的吧，更加高效。杜兰特的进攻区域所限。另外就今年其实就是卡文杜兰特他跟勒布朗詹姆斯，你说他俩表现谁更好呢？詹姆斯数据几乎是全包围卡文杜兰特，那你说他俩谁好呢？出勤率詹姆斯也更高，那你说阵容当中有伤病，詹姆斯身边伤病也没少，对不对？你说凯哲文兼职打法，猛男威斯布鲁克如今场上的表现跟兼职也差不了太多，当然猛男他的积极性是够的，
你说这个詹姆斯打得好还是杜兰特打得好啊？我感觉是詹姆斯打得好，因为杜兰特现在你说他有防守啊，防守搁哪儿呢？他的移动速度各个方面啊，詹姆斯确实也没什么防守，但是他的进攻呢，仍然犀利。身边的团队环境这样一种空间属性，不见得比篮网强到哪去。所以今年詹姆斯，我感觉他起码就比杜兰特打的还是更优秀的。杜兰特也不咋地，你别感觉啊，有一场比赛他能赢，詹姆斯也赢过，对不对？打金州勇士，他还能够单场干出来这个，高分呢，也能够拿下呢。所以也打过顶级强队，人家能啃掉这种硬骨头。因此，詹姆斯今年呢发挥都比杜兰特强，要不怎么说这事让人非常诡异？很多人就说这个啊，你是黑杜兰特，我哪黑了？詹姆斯今年其实他的表现都在杜兰特之上啊，你说我是黑杜兰特呀？那你到底对杜兰特要求得多低呢？反观这个勒布朗詹姆斯今年呢，备受外界舆论的质疑，说他什么这个这不顾于球队战绩啊，就是进攻端刷粉呢、啊，防守的那块也不卖力。首先，点杜兰特防守卖力，他防守也不咋地，而且你再看进攻端呢，他出战的场次还少，比詹姆斯还少，战绩基本往上往下。詹姆斯甭管咋地，团队我维持住了。起码没出现这种这个队内核心之一因为不满于队内不良的更衣室导向而大发雷霆吗？没有啊。现在哈的这个詹姆斯指挥之下，杜兰特呢更衣室都炸了。今年的你说到底谁表现好呢？这是外界的扭曲嘛，这种立场是扭曲的。 WUSIZD 宇哥好，你能说一下明天会更好在华语乐坛的历史地位吗？方便也唱两句，不会唱歌词朗诵一下也行啊。明天会更好在华语乐坛的历史地位啊，之前那会儿应该是有到什么这一些这个灾害啊，乱七八糟好像是，然后香港当地啊一些这个歌星啊创造出来的明天会更好嘛。明天会更好呢，这个是一个非常积极向上的这么一种这个传达的这种歌词内隐含的意义，对不对？即便说身处逆境呢，也要勇于向前，明天一定会比今天呢看起来更加灿烂。今天一时之间的低谷呢不值得因此而被打击，就是自己连勇于向上的意志力都被剥夺，不至于的，坚守到最后呢，最终总会看到光明的，这是明天会更好吗？他这歌词是怎么唱的了？明天会更好，我要忘记过去的伤痕，因为明天会更好，我要忘记过去的疲惫，有朝一日，我也不会放弃明天。我也不会放弃明天。如果过去的痛苦能够激励我前，如果过去的痛苦能够激励我前行，我也必将会拥有美好的明天。美好的明天，就这美好的明天。舌吻铁锤啊，真是好人无好报，恶人活千年。1.5 这种能力强却阴险，奸诈人品低劣却追捧者众多，真是让人唏嘘。难道在力量面前，三个都是浮云？人品不人品，这玩意儿先搁一边。就是说咱啥呢？就是实事求是的讲，那篮网队今年更衣室都毁了，是不是更衣室爆炸了？结果更衣室爆炸之后呢，哈登是指出问题的人，现在哈登成了背锅侠了。就哈登离开这么一个内部可以说疑云重重，整个球队更衣室完全倒向，就让人感觉非常诡异。哈登走了，现在哈登成这个篮网队更衣室的破坏者了，这不就是混淆视听吗？这个再者一点呢，今年篮网队原本是三巨头吧，争夺冠军的球队，仅仅是干到这个东部第八啊，杜兰特打几张好球呢，又立了棍了，又在联赛当中数一数二了。你仅就事实来讲也不对呀、啊，你看没看到斯通库里领军加金州勇士今天打的团队战绩多好，数据也不拉胯，出战场是远远超过你，一场拿个8分呢，被外界口诛笔伐，是不是这样？你就是很多年轻小辈都比杜兰特打的强，这是事实的。今年的别的不讲啊，西德麦克勒姆今年打了多少场比赛？要不怎么一整就杜兰特歇了多少场？你得看到啊，是不是这样呢？球队更衣室毁了。现在阶段怎么呢？这玩意儿，这个把欧文捧为英雄了，杜兰特也是做的正确的，这就是不，这明显这个混淆是非嘛，这是混淆是非的。今年事实来讲，杜兰特打的不如詹姆斯，是不是这样呢？你这点你得认呢。
无法这个群星界限呢。看着小孩们为了球星争得面红耳赤，说明年轻，还能有这种代入感。年纪大点儿，看个应特退役球衣，更多只感受又走了个老熟人啊。不多讲，看来你这个年龄也是比较大吧？我也是，我看这个凯文加内特球衣挂起呢，我更多回想到的是，差不多2008年左右那会儿搁寝室里看总决赛，科比对阵这个绿衫军嘛。我更多回想起来就是十几年前吧，就是有点什么感觉，恍如隔世。就一眨眼间呢，人的青春已逝。当然，我不得不讲，因为现在呢，对于青春呢，这个，不能说青春，青年吧，我还是青年，我现在还是青年，我不是中老年。青春呢，就是28岁以下可能算青春。我的青春已逝，我现在是青年，对不对？青年呢，但也感慨嘛，这玩意儿这个一晃就过来呀、啊，就人生当中如同白驹过隙，如同呢就是一场幻梦一般，人就这样。所以你感慨更多呀，就自己的衰老，更多是这样，更多感慨是什么呢？没想到我一眨眼间已经看了这么多年 NBA 总决赛了，更多是感慨是这个，如同这个昨日一样，就是2008年总决赛打得很精彩。当然，为球星争得面红耳赤呢，这个也是不奇怪的，因为，喜欢一项运动呢，难免就得分个高下，面红耳赤很正常。但你注意，你这生活当中你别带入。你比如说我以往我就有这么一个准则，我以往是什么生活准则呢？甭管说我这个在体育观念上就跟我的同学室友有再怎么大的出入，就哪怕说他对于我支持的这些运动员呢，已经甚至破口大骂了，我绝对不会带入到现实当中。我以往就是这种，如果说现实当中咱俩有了交情了，哪怕说咱俩的篮球体育观点再怎么这个冲突明确，我也不可能说影响到咱俩的私下的这种感情，这不可能的，对不对？你的这个界限你得能分得清，体育归体育，娱乐呢这玩意儿就是带给自己一种这个荷尔蒙啊，或者说这个多巴胺呢形成的一种精神方面的冲动。但你也了解，就是现实和这个欣赏体育娱乐呀，它这个边界，你别处处的带入到场下，那是不行的。阿萨姆大牌子，这个宇哥，我朋友管权今天过生日，能否用英语祝福他仕途坦荡？另外，他非要学他偶像哈登生日大庆3天，他是不是没根儿了？啊，哈登过生日大庆3天呢？这东西就是说啥呢？勒布朗詹姆斯过生日，各家也庆祝。你要说勒布朗詹姆斯以他的交际圈啊，真是休赛期过生日的话，当然詹姆斯生日不在休赛期，是不是不在休赛期？但这可能说就跟生日啊具体在几月份有关。如果说真是休赛期，这联赛当中真是过个生日，我这块怎么的庆祝一下也不算奇怪嘛。哈登当时过生日是在什么阶段了？我也有点忘了，好像说那是季前赛还是什么期间？个人生活嘛，你要是能打得好的话，什么都能容忍；打得差呢，呼吸都是错嘛，呼吸都是错。当然，哈登我感觉呢，他有必要啊，就是通过自己的这样一种言行做派，适当的也要这个避免瓜田李下，避免瓜田李下，这也是哈登需要这个谨记的吧。当然，你像他之前呢，参加这个友人的就这个生日派对啊，是之前刚刚说了篮网之后参加友人的生日派对，这个你就人之常情角度可以理解，因为毕竟如果说关系真是比较亲近的话，这会儿到场祝贺呢，也未尝不可。再者一点呢，自己可能是输了一场球之后内心心情失落，你要说找个渠道发泄也不是不行。但是说实话，就媒体观感角度呢，因为这玩意儿就是怕落人口舌嘛，而且就是怕啥呢，媒体添油加醋之后啊，当然这个东西就怕给团队也带来不好的影响。所以这方面哈登我感觉有必要啊，就是适当的控制控制，因为毕竟你这个媒体啊相关这种舆论风波的话掀起的话，对于他也不利，对整个团队争冠可能说也差点，这就可以理解，个人行为可以理解。但是接下来毕竟这个也是身处在风口浪尖之上嘛，今年怎么也得证明自己了，不为别人的，为广大球迷，对不对？为广大支持哈登的球迷啊，这么些年看到了火勇大战当年留下的种种盛况，那一幕幕让你过目难忘啊，多少为这一切吧，为以往高光岁月，为如今阶段的你拥抱的职业生涯尾声阶段的仅剩于不多的机会，也得拼搏一把了。这无论常规赛季后赛吧，还得使一把劲儿吧。这个布黑杜兰特怎么挣钱呢？
你这个你可以这个就是看一看，就是说这个你发没发现一点呢？越是这个就是越是什么怎么讲呢？高级别的人说话往往他都是啥呢？哪儿都不得罪的，像我这种是冒一定风险的，你别感觉我怎么的一点风险都不担呢？相关的一些品牌赞助商，他们搞的活动，我几乎是参与不了的。这个东西，他有的时候他就会有这方面的避讳的。你要了解，你以为我都得了多大便宜了？再者一点，我讲的是事实，是不是这样？我只是愤愤不平，我只是不满于当下凯文杜兰特他这种骂队友的行为，一直以来始终未曾有一丝一毫的改变，他还是当年那个少年，是不是凯文杜兰特呀？包括对待哈登的态度。互相之间虽然说分手呢，但以往的情谊应该还在吧？结果如同手刃一个，怎么的，不共戴天的仇寇一般呢？就那样一种欢呼，那样一种宣泄到如此程度，这是让人感觉内心当中脊背发凉的。这是事实的比赛观感。再有一点是啥呢？如今有一股不正之风，凯文杜兰特打打停停就打了40来场，今年其实他的出血率依旧是严重让人失望的。你至于说他的打的表现有多好呢？其实场均数据还不如37岁的这个勒布朗詹姆斯呢。詹姆斯对他就全面包围，詹姆斯反而呢被外界口诛笔伐。篮网队呢更衣室现在已经破裂，湖人甭管咋地更衣室没破裂，篮网队现在战绩排在东部第八。结果呢，杜兰特被外界各种包容、各种嘉奖，凯瑞文现在甚至因此都这个被拔起来了，是不是？因为他跟杜兰特走得近嘛，互相之间呢。而这个哈登呢，之前指出了队内的错误，他被排挤离队。结果现在所有国行说都得由哈登来背，杜兰特呢，他属于是英明神武的，是一代圣君，而这个凯瑞文呢，则是不世出的一位贤相。他俩呀，奸臣只有哈登，好像说是这种面貌。现在你看没看到有一种严重口风啊？包括很多这个知名媒体人都讲嘛。现在你哈登，你后不后悔啊？早些年间你倒不如说留守在篮网队，跟着你那个大哥混，对不对？现在你挑了个乔尔恩比德了。你这是不是说错翻了眼皮了呢？错翻什么眼皮了？杜兰特就他在哈登离队之后，他的一系列做法，你这叫错翻眼皮了，这叫及早的看清了一个人的内在本质了，是不是这样？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他还是当年那个投敌而且骂队友二毛狗的那个年轻少年，没有一丝改变。再者一点呢，这么一个动乱的环境，如今你说哪儿好？欧文打打停停，对不对？主场至今为止他也打不了。凯文杜兰特呢，歇了多少场了？基本算是兼职球员吗？而且他管不住更衣室啊，这么一个团队，我继续留着，你说有必要啊？根本就没有必要的。现在这就是赢了一场比赛，把这事儿拔起来了。殊不知哈登加盟费城以来啊，7场比赛拿下6场，这个视而不见，熟视无睹。打的7场比赛当中，有5个是季后赛级别球队，这都不讲，对不对？场均得分干到120，场均净胜分达到加8，这都是联盟当中一等一的程度。这个哈登带来的改变，没有人谈了，这就是不理性嘛。最近3年，我感觉哈登打的明显比杜兰特好，是不是这样？而且给一个公允的评价，最近3年，杜兰特你是不是有必要单独领军？你也得夺得冠军呢。当年在勇士是蹭的，佩顿·曼宁怎么讲你的？有能耐你也继续加盟这个美国体操队呀，女子的挺适合你吗？你得以老大身份。你捏合团队，凭借自己的领袖气质，场上刚猛的发挥，率队干到总决赛呀！你拿总冠军那有能耐呀？3年目前只打了第2轮，今年目前篮网队的战绩是排在东部第八。你说他打的有哈登好吗？没有哈登好啊，这是现实的。所以说今年的杜兰特跟勒布朗詹姆斯比，你配比吗？你看没看到更衣室叫你糟践成什么样了？勒布朗詹姆斯甭管咋地，更衣室没糟践。数据方面，37岁老将都碾压你吗？而且詹姆斯职业生涯荣誉等身，人家早已获得一切。你呢？除了蹭的冠军，你不也是一无所获吗？团队奖项这块儿啊，这就是不正之风。你说什么我是黑杜兰特，我可没有黑杜兰特。要不怎么说再找那会儿我就讲嘛，我是以事实为依据，而且我尽可能是褶着唠的很多心里话，很多我对于杜兰特真实的那样一种客观评判呢，我是把他适当拔高，进行了一定的这样一种优化加工，再呈现给观众面前的真实想法，埋于我内心心底，怕很多观众接受不了。所以这个我是拔高一定杜兰特了，这都已经是的。你要是有能耐的，你反驳，对不对？逐一反驳，我讲这些哪个不是事实，对不对？
篮网队目的就是为了打个东地网，目的就是养着两个兼职球员呢，包括本西蒙斯在内，你是这个目的呀？不是吗？如果不是的话，你的目的是常规赛就拿下个纽约尼克斯，拿个50分，你就耀武扬威啊？这就是要求低嘛。所以你得看他到底这支球队的目的是什么，最近3年杜兰特都干了什么。这样一来，你总体评判到底是如何，对不对？尤其阵容当中的更衣室内部啊，这点是让感觉非常这个心寒的。哈登不得不说，他是目前受到了不公的舆论对待了。这事儿本来不赖他，输了一场比赛全赖他了。水果挺甜的，宇哥你也好久没休假了，你请假休息2天也挺好。如果 B 站因故障关闭了一周，期间不能直播和传视频，会在假期里做什么呀？不得不说，我今天我就是做好这种打算了。当时这个，我这个送这火化去嘛，送这个小狗啊，今天就有这种打算了。但是因为还有个有求必应，他们临时也不好找人啊。你我突然间放鸽子，这事儿也不太对呀、啊。我就是勉强讲，也压抑自己内心当中的情绪。其实我这个情绪是明显不太对的，因为这个我没有什么心情去谈这个 NBA 啊，谈什么这个，杜兰特、哈登，我都没有太大心情今天的。因此这个明后两天呢，我有可能就是说我得调整一下这个心理状态，我得把这个就是之前呢那些这个记忆片段呢都仔细这个清理，仔细这个打扫，不良情绪我得尽可能抛弃一下，要不然这么继续坚持下去的话可能也不太好。所以这个你讲有道理，我这个明后两天我看一看，就是如果不行的那就是没有办法，因为这玩意儿人的情绪啊他有时候不太对头呢，那你就是勉强直播呢这也不是我正常的一种这个风格状态，这没有办法吧。被喷傻了，那你这是低估我了，喷这是不可能影响我的，我主要是家庭当中，对不对？这些东西是真正重要的。那你这跟这个 NBA 方面这玩意儿，而且现在没讲嘛，你有能耐，我就这么讲的，就是很多球迷质疑你，别谈别的，别谈什么我就是贬低杜兰特，我哪句话是贬低？你给我挑出来，是不是？今年打出的客观表现，我哪句话是贬低？我一直强调他无视防御的单打能力挺强，但是你看没看到团队叫他带成啥样？我哪句话是贬低？你挑出来，你得就事实反驳呀，是不是这样呢？最近3年干了什么？你告诉我，然后你这才有理有据嘛，是不是？你别你就是贬低我，整个贬低，对不对？投敌是假的，我杜撰的，骂队友啊，对待哈登这样一种态度，是我瞎写的，不是吗？而且至今为止他的出场次数是不是非常低啊？欧文这事儿是不是说现在已经被捧为英雄了？是不是这个好像都对那环境很不正确，让你以往我们对于一直真正的争冠纪律的传统理解大相径庭呢？是不是这样？你仔细问一问，问一问你就知道。至于说什么这个啊，我看刚才这个有观众问，Billy 1300啊，625，宇哥，假如1.5下赛季办退役巡演，巡演到雷霆，大哥会他不可能办退役巡演，谁给他办退役巡演？篮网给他办退役巡演呢？3年你干啥了？对不对？你得有贡献呢。所以说这个他到其他球队啊，那你还咋加盟其他球队呢？现在你都已经是，如果说接下来真是再度受伤的话，那就成为烂合同了。那你这个领着巨额高薪，差不多军薪5000万，你往哪儿送呢？这没法送了，继续留守篮网，咱们的篮网队球迷。感念你啊，率领球队打进第2轮呢，这也不是多高的成就啊，尤其引进你为的不是这个呀，送出了未来所有的选秀资产呢，所以那篮网队不会给他搞成退役巡演，所以说这其他球队他也没法搞，因为他这个形象太差了，这个纸杯蛋糕嘛，对不对？蛋糕本高啊，你这么整的话，那到其他球队各路球迷举起来的标语让你多难堪呢，现场有可能冲进来球迷呢啊，因为这个，欧美地区经常有这事儿嘛，冲进来球迷再调侃你一番，举个这个，
大的这个纸条，对不对？说你是这那的，说你是投敌，那你是多这搞砸了吗？他也没有这样一种心理的硬度去应对这一切，这就没法搞退巡。退巡演，你必须得是行得端、坐得正的，那你这个无负于一方沃土，对不对？你到哪儿都有一个交代，这是可以。但他那么差点。KAUS 宇哥评价一下，之前在翻译史上的历史地位，之前怎么之前呢？我具体不太了解。你要说之前在这个翻译史上，因为我对于翻译这个相关的工作啊，不是说是那么深入了解，阅读的一些这个外文翻译过来的一些经典著作也不是说特别多。所以因为其实啥呢，这个外文翻译过来的一些这个汉语书籍啊，它读起来呢，你就会感觉有明显的这样一种外译种的这种一个阅读感，它听起来呢就好像说外国人在讲话，阅读上不是说那么这个特别愉悦吧。所以我不太了解这之前呢，那你既然说提的话，肯定是一个大腕儿之前的，具体我还不太清楚，这是我是盲点的。名扬华谷宇哥，我单打的时候总是喜欢上手抽打对方，还喜欢撕坏女球袜子，这个请问宇哥也这样吗？我平时都我很少这个能遇到这个合适的这女球打球，很少能遇到。平时自己练呢，或者说跟其他的对手打球啊，都是正常打球，我没有遇到你这类似的情况。当然说你要遇到呢，那看你俩呗，看你俩配合情况。我感觉这只要是你俩互相之间感觉行，那无所谓。他只要说同意，对不对？重点在于他。而且你说你这种个性的话，是不是说，有点问题？也没什么太大问题，这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完全是个性化的。哈哈哈呀，这个宇哥，你跟詹姆斯带着现今所有记忆穿越到清朝康熙年间，谁会有更大成就啊？我呗。因为勒布朗詹姆斯现在他的所有记忆，他毕竟他的所有记忆都是跟体育有关，跟这个商业有关。但是清朝时期重农抑商，你要说拼种地的话，我感觉詹姆斯可能说对此啊，你别说知之甚少了，我感觉几乎就是根本就干不了。你要说他强调的一些，哎，他见闻当中一些西洋八宝、钻心螺丝的那些比较现代化的东西，那在这个大清国眼中呢，可能说都属于是这个奇技淫巧。归类为这一类，你要说勉强宣扬呢，不见得有好结果啊。而且詹姆斯看起来这个起码这皮肤黝黑，在过去清朝时期的话，那这非我族类啊。所以你要说放到清朝，我感觉的话，有可能混得开，对不对？古文呢，尤其平时私下交流都是用白话文，我起码能沟通啊。你要这么穿越的话，我会有更大成就。DXX 这个。和朋友吵得不可开交，我朋友居然认为保罗历史地位高于哈登韦少，还认为库里没 FMVP 不如杜兰特。别谈这什么 FMVP， 那个伊戈达拉还有 FMVP， 他比库里强啊！啊，你说不对，伊戈达拉只有一个，杜兰特有俩，你别谈一俩的，你要说涉及到具体的，我得有几个我才值钱，那就完了，那就说明这个奖项不值钱，是不是？而且这没有你干进总决赛嘛，就这简单道理。至于说这个保罗历史地位高于哈登韦少啊。要不怎么说一名球员他外界的风评形象，这个媒体啊，他到底是往哪个方向带，有至关重要的这个关联性。媒体往哪个方向带啊？看没看到克里斯保罗呀？他这个2020年那会儿他多大呢？他是35岁，当然35岁已经岁数不算太小了。但你再早年轻那会儿呢，你也没打过哈登啊。但是他输的一些系列赛呢，人就不讲了啊，说他是1-3，这个3-1领先被翻盘，哈登这块就被记住了。而且这个哈登的动辄一谈，就是说是 G6 法带网带的，那好像说 G7 没打一样，好像说 G6 打完了没有 G7 一样，再者一点好像没有 G5 一样，那不都有吗？那你说这些比赛都谁打下来，谁扛下来呢？那不还哈登吗？保罗地位没有哈登威少高，可威少的话目前就看，因为现在保罗他处在一个职业生涯风评的高谷期，就属于说波谷这个阶段，威少是身处职业生涯低谷，这个阶段对比的话不太公平，也有时候呢，他得出的结果也是属于是短时间之内的，时效性是比较差的。庐山一曲，宇哥博博维奇和老 K 教练历史上谁地位更高啊？等会儿啊，这个舌吻铁锤，杜空有天赋，奈何天生一小人呢？队友既要有能力给他搭舞台表演，又不能过于表现抢他老大位置，和温一样，只要能表演，缺赛毫无羞愧啊！
反正这个杜兰特他有时候比赛确实呈现出来一种个性，他只要说打的得分高了，他非常高兴，非常开心。怎么讲呢？有各自缺陷嘛。反正我感觉杜兰特目前是需要证明自己的，就是今年的。对，今年如果说杜兰特没夺冠，职业生涯差不多该稳定论了。今年如果没夺冠的话，杜兰特丢克神的程度呢，超过就是32岁以上目前现役联盟当中任何一个球星丢克神的程度。如果今年杜兰特再不夺冠的话，是差不多甚至可以属于啥呢？你要说历史最克神，这个我感觉也差不多吧。你要说杜兰特今年夺不了冠，历史最克神也差不多，因为哈登归来了嘛。欧文这块儿，这个之前在那会儿没有疫情，他也没打呀，你管控不住全团队呀。现在已经进行了交易了，对不对？弄来了本西蒙斯了，你开心了吧？本西蒙斯按你们所讲啊，球队当中有力的补充啊，争一把冠军吧。如果说3年期限已到，没夺得冠军，这么具有天赋的三巨头被你玩砸了，那也是相当磕碜的。起码今年只要说不夺冠，只要说没夺冠，他是最磕碜的这个凯文杜兰特呀。波波维奇和老 K 啊，在教练历史上地位谁更高啊 ？K 教练主要是在大学，在美国队呢，当然他也执教，也拿过多次这个奥运金牌。但是其实美国队这个我感觉不值一提，因为啥呢？美国队这个荣耀啊，尤其是这个男篮的比赛，那基本上谁去呢，差不多大概率都能拿。这个跟教练关系有点，但不是说那么特别大，因为毕竟他拿到这个冠军的概率太高了嘛。所以美国队在92之后，基本上这个冠军没什么含金量。至于说在大学领域之内呢，老 K 确实他年薪非常高，在大学就能赚到年薪差不多千万美金附近。但是毕竟是大学联赛啊，那跟 NBA 相比，最高级别的竞技舞台，这个我感觉还是段位有区分的。波维奇相当于是能够掌勺满汉全席的，而这个老 K 教练呢，他属于是在某一个细分的菜系领域，他做到登峰造极了。但是能不能说跟这个波维奇相提并论呢？还是波维奇高。你老 K 甭管说咋地，他这没打这个职业比赛啊，对不对？没执教职业比赛，那就差点。新号159啊，登哥加入七六人前几场打得好，惨败篮网和今天魔术进加时这两场，丹尼格林因伤缺阵，请问分析是否和铁林有关呢？丹尼格林当然比较重要了，他是球队变阵当中这个能够结合攻守一体的一个重要一环。没有丹尼格林呢，有时候他这个阵容啊搭配这块就比较吃力，你下了塞布尔呢，防守这块就漏洞是更多。你如果有丹尼格林呢，攻守一体嘛，有丹尼格林能解决很多问题，当然不至于说甩锅给丹尼格林。至于说他这个打魔术啊打得挺艰难，因为这个任何球队都是，当年宇宙勇有时候打联盟排刀二刀三的球队也干到了最后一刻，那就不奇怪，任何球队都有这种回合的。因为联赛当中其实呢，哪怕是鱼腩弱旅，他们如果说这一场比赛已经积累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人品手感了，突然间爆种你也不太好拦，所以这是很正常的。最终不还是赢了嘛，说明还是稳稳拿下了，整体当下打出的胜率呢也很有利，对于恩比德争夺 MVP 之类的也是有很强的推进作用。恩比德现在以这个东部第二的战绩呢越来越有底了，争 MVP 啊。DOSHN 呢，解析一下杜兰特头像，四周多把剑指向一个面带微笑的动漫人物，感觉像球员采访时被话筒对着的样子。四周多把剑呢，就是说面带微笑的动漫人物啊，这东西没法解析。杜兰特可能感觉呢，就是笑对一切，对不对？但是呢，他这个笑对一切，那杜兰特当下他希望能够拥有的一种心态吧。这个属于啥，就是现实当中一种投影，他希望自己能够做到，面对外界对于我以往行为的种种指责，我如何能够淡然的处之呢？这是杜兰特想要做到的。这为什么他呀现在这个表现的那么这个具有攻击性啊，无论说面对媒体啊还是说球员这样一种这个抨击啊，他表现那么具有攻击性，他希望自己能够做到心如止水吧，希望吧。那这个背后可能说也隐含着带出来了当年他后悔自己这个投敌了，可能说也后悔。
有钱能使雨推磨呀。这个雨哥，我打野球碰见穿杜兰特球衣者想要加入我，延迟拒绝，并用你的观点恨得他大声喊叫，并叫我雨孝子，我该如何反击呀？没说嘛，现实生活当中我感觉你没有必要就是说把这个对于篮球比赛的理解直接就是平移到现实的比赛场上。比赛场上呢，我感觉还是友谊为主。所以说杜兰特是不是投敌啊，他跟你现实当中你和这个朋友之间接触交往啊，在野球场上通过一场篮球竞技啊，能够加深彼此的了解，跟这个相比呢不值一提吧。杜兰特无外乎就是一个美国人而已，打球打得还行，对不对？但也有一些缺陷，无外乎就这样而已，没有必要现实当中也跟他争的这个急头白脸吧。急头白脸。匹夫有格局，宇哥你这段时间黑杜兰特真的没磨蹭了，以前直播都会看，但最近直播真听不下去，啥事都能扯到杜兰特。这个东西呢，那就是看你的个人的理解吧，看你个人呢对于目前联盟这种不正之风的接受程度吧。我为什么说在有的时候他会大量谈到杜兰特呢？因为当下媒体给出了一种不公正的判断，我感觉我有必要，对不对，替那些被这个媒体在一定程度上打压的一些运动员一些球队啊，替他们发出声音，这个也是维持一种基本的公正。还是强调那句话，篮球场上公道自在人间的，但是就怕什么呢，长久以来公道之声无人发出，久而久之呢，他好像说就感觉是不是说在人间的他就是公道了，那这是不行，这就是本末倒置了。我要强调一点，就是公道自在人间，而不是说长期媒体宣扬的一些东西就一定代表公道。你比如说目前呢被捧上神坛的凯文杜兰特，以及他的好队友凯若文，以及目前篮网队其实非常混乱的环境，甚至被认为是一支球队应有的标杆了，这就是本末倒置嘛。在这种环境之下，我当然得站出来了，是不是这样呢？包括哈登啊，受到媒体的不公正的指责呀，过分的苛刻呀，这些东西都有必要提。再包括啥呢？没有对比，没有伤害啊！你别动辄谈杜兰特当年是总冠军，你是投敌来的，永远不值钱。那两个冠军扒拉掉呢？你有没有什么季后赛代表作？你不没有吗？最近三年打得比哈登强是咋的？是不是这样？结果你看现在杜兰特收获了多少溢美之词呢？这是他不配拥有的。现在阶段，这是他不配拥有的，我就这么强调，对不对？是不是他不配拥有的呢？绝对不配。他还是当年那个骂队友阿猫狗那个少年，现在能够明显看出来这一点，还是这样，没有变的。所以说，场上立棍单打打得好，以往他就有，我这点一直都没否认。立棍单打能干，对不对？一场比赛面对纽约尼克斯之类的，能拿个这个四五十分，以往他也能干。这一点我从来说没说杜兰特现在怎么的，一场比赛常规他做不到，能做到，但团队叫你管理成什么样。篮网队这三年在你身上付出了多少，未来几乎啊所有资产掏尽一空，收获了什么呢？一场空吗？所以杜兰特现在呢受到的赞誉是完全不配的，他是一个超级不合格的，历史上最差的球队领袖，但结果现在呢被树立为一种什么，动辄谈就是老大，对不对？哈登啊，就是这动辄谈他就是球队老大，就是这个那个的大哥，不配当大哥，这是理性客观的。战绩打成第八，东部第八也是远远低于预期。你别说他没责任，他责任大了去了。说他这个打打停停啊，那是并非他所想。看你事儿是怎么做的，我还想打比赛呢。问题我能去上吗？我还想打比赛呢，因为我想篮网队得给我开工资啊。不对呀、啊，对不对？篮网队是寄万千宠爱于你一身，结果你给球队回馈了啥呢？今年不得不讲杜兰特啊，就接下来就是怎么讲呢，干到了东部前四了。我感觉呢这都是低于预期的，这都是低于篮网队应有的表现的。那欧文他不打球，那不也是你纵容的吗？这就是纠偏吧。二十秒个雨地，一是 ESPN 几次排名一直被全球球迷诟病，风评极差。如果一聘你为高层，你通过怎样的三步走改革来扭转呢？另外回答我上个问题啊，一会儿聊。三步走改革来扭转呢？这个东西，我如果是 ESPN 的，我站在他那个立场之上，因为 ESPN 它是资本主义国家，它的媒体嘛，资本主义国家向来是利益导向，而且呢，这个向来属于什么，急功近利，它只视结果而定，很多媒体他内心当中他都是这么认可的，甭管说你什么投敌乱七八糟，哪怕说你这个使尽了各种阴谋手段了，只是最终只要说你能赢，对不对？哪怕蹭顺风车都无所谓。
所以 ESPN 它因为这北美地区啊，它这个媒体导向呢，它这个道德下限呢放标准太低了。我就算说身处高位呢，我也很难就是扭转这种这个他们评价这样一种势头吧。再有一点呢，另外是啥呢？说实话，这个篮球比赛它归根结底是娱乐，那它考虑到话题性啊，考虑到这个相关的商业收入啊，没有办法吧。所以我是高管的话，我怎么三步走啊？上来第一步，这个给整个联盟树立一种正确价值观，对不对？公开强调投敌降将不足取。第二呢，就是把那些以往坚守一方，或者说他们应该收获更高赞誉的球员呢，排上去。第三点呢，就是以正视听，就是未来哪个球员如果说效仿的话，今后你也不配拥有在这份报纸之上有哪怕那么一个丁点的名字。这样一来呢，三板斧一开始执行啊，我就被录掉了，就是这帮人就集体把我给架空了。我这就是基本上话语呀也是不出办公室的，他们就各干各的了，我就被辞退了。Blue 这个 VVVIT 啊，不明白为什么老拿夜店说事儿，人家下班去个夜店有啥可说的，人家没请假不打比赛去夜店玩。我感觉这个哈登去夜店这个事儿，首先一点，最近七场比赛人家赢了六场，你说他有没有资格去呢？说实话，一场比赛输了我怎么的，常规赛我这个不活了，我就自己内心当中有点情绪我不能释放了，这些东西要不怎么说不能一场论呢。当然那场比赛他打的确实是差，哈登可能内心也烦闷，再得为朋友过生日嘛。当然我感觉哈登也有必要就是自己谨慎一点，毕竟外界他有一点事儿他就揪着放大嘛，没有办法。EGO22 啊，之前讲了这曼陀罗2008年凯队夺冠，若加内特是土著，皮尔斯的外来 FMVP 会给谁呀？若雷阿伦是土著呢？如果加内特是土著啊，FMVP 那也有可能给这个皮尔斯，因为加内特呢，他这个 FMVP 向来都再早那会儿，他这个奖项也是标准一直在变的，场均得分最高的有时候就容易给，还有时候呢，就是看你防守端效果好的话，我也愿意给你。那皮尔斯那会儿呢，就是更多是看进攻了，皮尔斯可能说是三巨头当中进攻主动性最强的，最多就给他了，很正常吧。这个奖项没有一个公允的，或者说这个，写到明面上那样一种明确的评判标准没有。阿萨姆大牌啊，宇哥，我朋友管权啊，今天这个啊，今天过生日，能否用英语祝福他仕途坦荡啊？刚才我还忘了呢，这不好意思啊。另外，他非要学他偶像哈登生日大庆三天，祝福这个管权啊，祝福这位阿萨姆大牌他的好兄弟管权能够仕途坦荡。你这名起得好啊，管权吗？那你未来不光仕途坦荡，你有可能大权在握呢，所有权力给予你一身呢，各种大印，对不对？腰间配的各种头衔，这个胸前呢挂了各个这个慈善机构啊，还有什么这个其他的社会团体啊，给你发的一些勋章啊，那是你未来了不得呀，祝福你吧，祝福这个管权。胖灯的胡子宇哥，关于你说啊，之前讲了，Joker 懒人能说下哈登这两场的表现吗？是腿筋问题，还是在进攻端没威胁了，还是球队在磨合呀？我感觉哈登他受到了上一场比赛表现不佳的影响了，这就是为什么说他打个魔术呢，看起来好像说也找不到感觉了。再者一点，就是整个费城球人呢，经历了输给篮网那一场球之后，他内部呢也出现了一些这个不同打法，对于进攻防守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思路的一种新的，重新梳理之后得出的一些初步的看法，这就导致呢整个球队还需要时间去历练的。目前呢，他们也没有说真正磨合到一种足以，就是在季后赛我仍然能够所向披靡，就是我这块内心有底，打出一种符合季后赛要求的那种攻守两端的比赛的结构吧，还没有，还在摸索阶段。所以哈登呢，作为球队的主控，他进攻选择呢，难免出现一定程度的摇摆，一摇摆呢，自己可能说效率这块就会有所下滑，这也不算奇怪吧。再者一点，往往球员呢都这样。
之前连续多场比赛我已经这个打出的数据啊已经是非常高了，有几场比赛往下掉一掉也不算奇怪，这谁不都这样吗？这联赛当中你别说是詹姆斯哈登，就这个勒布朗詹姆斯也难免，就不见得说场场比赛我都能够一直稳定的输出，不一定有几场拉一点也不奇怪吧。打魔术啊，跳跃之师，乾隆一生作诗四万首，是诗坛第一人嘛。自李白被封为诗仙，感觉吃了时代的红利。论创作数量、巅峰长度，乾隆才是最强啊。乾隆他这四万首，因为这个具体是怎么回事呢？他毕竟是皇帝，皇帝他随便说点啥呢，都有人给记，你不能漏的。所以呢，所谓的四万首，他真说有意为之的。这里边可能说连四分之一都不到，就乾隆本身有意为之，就特别动心思去做的。其实他真正特别动心思做呢，你仔细看一看啊，乾隆也有一些流传下来的，就是写的笔法挺精妙的一些这个绝句啊，还是律诗啊，写的挺好的。他也有，他不是说都是那种这个少儿读物，不是这样的。所以乾隆这个四万首呢，他主要是因为这里边无论说这个是精华还是糟粕呀，都给收纳起来了。这样一来就看起来好像说浩如烟海，好像说拉低了他平均水准，其实他平均水准没有这么老，但是他这个最好的作品这个高度呢也达不到李白的程度。所以这个作诗这玩意儿文艺作品呢，那你肯定说不能写一大堆你就厉害，那这玩意儿谁都能干嘛，写一大堆啊，你要仅仅靠数量的话，我只要说会动笔我就能干，那这个要求门槛就实在是太低了，所以还是得贵在精吧，不在多。所以还李白这不算吃时代红利，当年我感觉那是竞争更加残酷的一个时期，李白呀，唐诗宋词嘛，竞争特别残酷，他能够脱颖而出，可见其能力嘛。加里佩顿二世，宇哥，杜兰特回到雷霆，欧文回到凯尔特人，西蒙斯回到费城，哪个骂声多一些？欧文回凯尔特，杜兰特这个骂声最多呗，因为雷霆是最不能容忍杜兰特的。欧文回到凯尔特人，因为欧文呢，他这个。在凯尔特人就年轻人心中呢，可能说哎还可以，就教他们一些招。欧文去了之后，确实他单打能力挺强，比如说辅导塔图姆啊、杰伦布朗啊，他们各自都有一定的成长，这一点还算凑合。当时，但是欧文呢，他气性太大，他那会儿可能说也是因为自己打得不爽啊，对于球队也是大放厥词，导致球队以及当地球迷呢对于他的观感呢急转直下。他这个差点，西蒙斯回到费城啊。我感觉西蒙斯因为他这个级别段位确实是低，西蒙斯说实话在联盟当中他的存在感没有欧文强的，就是你有多大腕儿，外界就多恨你。你要西蒙斯因为他这个腕儿有限，他这个事儿啊，有朝一日真说这个费城球人干进了分区决赛甚至打进总决赛了，他这茬就没人提了，无所谓嘛，对不对？你毕竟我们换来哈登了也是行，他这个就还差点。佩奇的中山呢，和女球友打球造成死亡缠绕无法突破，女友要求我叫她爸爸才肯放我上篮，我果断拒绝，是否有根儿啊？这个就属于是你俩各自比较隐秘的这种各自的喜好了。如果说你不同意呢，久而久之我感觉有时候就这样，因为生活当中啊，俩人呢尤其长期接触，你要说打篮球呢，其实对于男性来讲啊，这也属于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毕竟享受篮球的乐趣啊，在看 NBA 比赛之余啊，在场上我也能够进行实战的很重要的部分。在很重要的事上呢，俩人最好是达成一致。要不怎么说俩人小情侣啊，步入婚姻之前呢，尽可能多接触接触，多接触接触，发现有一些不协调之处，彼此啊这样一种这个对于比赛的理解，尤其打到这个最后时刻激情之处。你这会儿是一种怎么样的比赛看法，那这个还是得协调一致才能走得远，要不然的话他你要是有内在的互相间不协调，我感觉未来是个事儿。所以你果断拒绝，那就你就你果断拒绝，那看来你俩不太合适呗。
黑石靖宇啊，宇哥明天格林复出为库里、青城、铁三角终于合体了，预测一下勇士接下来的比赛胜率最终排第几啊？勇士胜率啊，胜率我感觉，排在这个西部，我感觉排在西部第三吧，因为格林呢，他别看说回来了，回来之后包括他跟卢尼之间的，他俩都没什么玩儿，这个磨合调整也需要时间，而且突然之间回归一名核心的，你整个球队的轮换结构啊都得大动干戈，所以我感觉理性的讲啊，毕竟这个灰熊那边迪龙呢他也回来了，这个灰熊队阵容呢也是愈发饱满，之前那会儿没有莫兰特，迪龙领军，这个胜率也不输。考虑到小年轻啊，赛季末端他们的体能储备啊，他们本身对于常规赛战绩更高的这样一种渴望啊，都更加十足一些。因此我感觉勇士队啊排到第三差不多，排到第三，西部第三，而且第三对于勇士队来说也是比较有利的。第三的话，你能够尽可能在首轮呢，你打森林狼，我感觉还是有点危险。森林狼这个队伍现在里外结合，核心三人组呢三头狼这种模式，看起来也有点呢克制这个勇士队的阵线，所以排到第三可以接受，完全能接受。等到第二轮呢，还能够适当的避开啊排到第一的菲尼克斯太阳，这何乐不为呢？对不对？所以排到第三挺好，第四不行，肯定得是第二第三。这个土豪金呢，高端宇哥，哈登和恩比德身边是不是需要一位加内特、德拉蒙德、格林这样的更衣室领袖鼓舞斗志？更衣室领袖你当然有的话是最好，你比如说像皮塔克早些年间那会儿就没去篮网队就是一大遗憾，当然考虑到塔克跟哈登俩人之间那种亲密的战友情，他如果去了那哈登真就是做到了第一的宝座了，那皮塔克本身他讲话就硬啊，杜兰特不见得敢惹呀，这么整那可能说也是避免就是篮网队成为了哈登的球队了，当时皮塔克没去上。现在这个费城啊，恩比德呢他成熟度确实是还有一些欠缺，哈登呢更衣室当中他也不是那样一种鞭策队友的更衣室形象，暂时阶段的话马克西塞布尔还都是小年轻，丹尼格林吧，这会儿看丹尼格林长久在马刺队阵容当中也是耳濡目染，在顶级的团队当中呢也是一直浸淫在冠军级别的这种文化之内，只看看丹尼格林能不能发声。其实丹尼格林近期也是一直发声，比如说他支持哈登，说这个我要扭转外界对于哈登啊这样一种严重扭曲事实的观感，哈登在场上场下都是非常刻苦的，训练场上他也是不遗余力的，所以哈登是个训练狂，这个丹尼格林讲这很多东西不为外界所知吧，但现在丹尼格林呢站出来发话了，这就挺好，得有人站出来鼓与呼的，要不然的话久而久之球迷就当真了。星辰后末，请宇哥分析一下詹韦时期热火对于小球理念的推动发展，承上启下起到的作用，以及在战术和思想上哪些革新呢？这个问的是挺清晰啊，层层递进呢。向来那看来你这个平时写个这个论文之类的，都是序号一二三，每越写越深入，是不是？詹韦时期对于小球理念的推动发展呢？那个阶段的这个小球呢，它更多强调于什么呢？就是强调机动灵活，强调一种这个场上身形的这样一种移动迅速。那会儿还没有说特别大量强调三分远射，也属于啥呢？就是让小球啊看起来呢，就是起码防守端这块我是有足够能量的，我是能够带给对方足够压迫的。通过这样一种快节奏的攻守转换呢，打出了不一样的篮球了。所以这个小球的初级阶段吧。因此它也有一定的发展，就是让人们认识到了不是说场上必须得有那样一种十足的吨位型大个也能行。承上启下的作用啊，承上呢就是上一个阶段那谁嘛，就这个疯狂科学家老尼尔森。老尼尔森指挥之下金融勇士完成过黑宝，但也就止步了这个第二轮了，也没能往上戳真所创造奇迹。而这个热火队呢，人家可是夺得了冠军了的，所以呢事实证明没有大中锋我也能夺得冠军。这点是热火队带给接下来的启发，这是承上启下，前人没能做到的我做到了。以在战术和思想上有哪些革新呢？战术中的革新，他就强调这样一种防守端的，主要是钳子战术，就是两大超级明星他俩上去就掐对方的核心持球人，给对方的持球点呢造成极大的压迫。
另外这个就是强调无限换防。克里斯波什呢，他其实大量的能够换防挡拆跟对方的这个一号位的，他有这种能力。那会儿当然热火队还在处在一个试验阶段，但是已经逐渐看到了就是克里斯波什在防挡拆领域他的才华。防守方面啊，进攻端呢就是强调这样一种机动迅捷的跑动，强调攻守转换，推速度嘛，推速度推节奏，这热火队当年也是属于是节奏数一数二的球队。再有呢就是我感觉其他方面就类似于啥呢，主要是牺牲了波什了，他给拉空了低位的空间了。然后呢韦德詹姆斯他俩凭借这样一种开阔的空间呢就开始自己单打。其实我感觉热火队当时进攻啊，你要说战术有什么特殊之处，很多时候呢你真是看不太出来。你比如说这个保罗皮尔斯也讲，他说热火呀没有进攻战术，就热火打到季后赛关键时刻就是波什一个人拉开这个低位的空间，詹姆斯韦德他俩打开二人转了，一替一换，就这么简单。打的季后赛啊，强调节奏吧，强调推转换，不怎么强调落阵地，当时就这么个打法。吊儿郎当啊，宇哥，我一个师弟叫赵俊，人称 A 俊，喜欢去棚户区和一群老年人溜单打，增长球技啊。赵俊呢、啊，吊儿郎当的朋友叫一吊儿郎当，你的师弟叫赵俊呢、啊。赵俊，棚户区啊，老年人溜单打，增长球技。老球友的话，那就看自己本身那个喜好啊。你要说感觉行呢。老年人移动速度慢的，你感觉你也能够接受，在从中你也能够得到学习，那也未尝不可嘛。跟老年人打呀，看着自己爱好吧。老年球手其实也有很多这个高手的。我的脚法呀，最佳阵评选很不严谨，19在55场三阵，库里韦德51场三阵，21战折算52场二阵的。21年是打完整的赛季吗？2021赛季啊。2020到2021年的，好像是不是吧？当时打了多少场我也忘了。所以说这个韦德，21战折算52场啊，库里韦德51场三阵，这是哪一年呢？是19赛季，他是不是19到20没打完呢？总共就60来场嘛。所以这分情况，我感觉比较理性，还是得有一定的场次要求的。得有场次要求的话，你起码得有个门槛吧，你不能说胡乱评选。要这样一来，对于很多这个打得更好、出勤率更高的，全是不公平的。金彩元呢，这个今天看绿凯三巨头相拥，很感慨昔日战友的情谊不会被小摩擦冲淡。阿杜和库里有可能啊，这玩意儿主要是库里的包容心，库里对待杜兰特一直可以的，对待杜兰特呀。当然这玩意儿这个真说当年呢毕竟拿到了总冠军了，互相之间彼此之间在相聚呢，那眼中看到对方更多还是好的一面的。杜兰特不都讲在金州勇士队啊，他确实是付出了很多的，他为勇士队确实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的。当然勇士队呢他也是联盟当中为数不多啊就能够完整接纳杜兰特的。这个杜兰特的主要问题呢，他不在于他对于勇士队带给多大贡献，在于自己。就是有负于自己他这一身天赋这一身名望，他主要是在这点。所以他跟勇士队问题我感觉接下来他不会说特别大，包括库里。当然这玩意儿有时候就这样，这个冠军当然是永恒的，但你要说这个你本身以往的看法啊，你的一些做派呢，他也会伤了队友的心的。这玩意儿就是其实运动员有时候也是这样，他跟生活当中你跟同事相处基本接近，那不是说你俩拥抱一下，你俩这个在一些公司聚餐场合互相有说有笑，一定说内心彼此真说那么认可对方的，不一定，这玩意儿不一定。勇士队铁三角呢，他肯定跟杜兰特也是打个照面之类的，走过场，这玩意儿照样是能够接受，但内心当中到底认不认可，这玩意儿就不一定了。啊，这阿萨姆大牌刚才说是用英语祝他仕途坦荡，英语祝管权的仕途坦荡啊。I wish you 官劝 I wish 官劝you can be a leader in the government， 对不对？这话讲的没毛病啊， in the government。
You will be a leader in your city. I congratulations for you. 提前 I congratulations for to you. Before the thing. Before the thing. Happiness, 对不对 ？Happiness， where the amazing happiness， 什么地方这个惊喜发生了？在发生之前吧，就祝福你。人间四月天的宇哥发个弹幕支持一下，另外不要在意无脑投递米啊，感谢啊，这个人间四月天，感谢这个五四派大星啊，宇哥长期很得度，导致直播间臭不可闻，阿猫阿狗全都来门口喷粪，是否可考虑随度而去啊？我本身他没有那么大劲头，他主要是啥呢，就是一个阶段呢，他如果说这是这个你比如说呀，这个看到了他不太正确的地方我才站出来指正的，如果说外界是予以一种这个比较平缓的公论呢，那我一般来讲是不愿意再多发声的，这玩意儿有啥好提的呢，我是平时是不愿意多发声，就看这个外界他到底是什么样的舆论环境，主要是结合这个，如果舆论环境真是对段兰特过分吹捧呢，我可能说啊，这个内心当中对于公正啊，对于目前的 NBA 啊，整个舆论环境到底是是非非啊，不图快吧，那就不图快了。如果说他评判比较这个合理的话，那就没什么可继续谈的了，对不对？那没什么可继续谈。好想敬语啊，杨毅王猛辩不过你，就阴阳怪气，轻蔑冷笑，次次如是。每次遇此情，你如何感想？仗着资历耍无赖啊？这不至于，这不至于，这就是。他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发言特色，每个人都有自己啊在辩论当中的表情特点，这很正常，每个人的风格不同，你得接受，你不可能说这个都整齐划一，这玩意儿这个万事万物完全说都做到协调一致呢，那不见得是个好事，对不对？风格是有互相之间有区别，碰撞起来才有意思嘛。幽默是天才呀，软特球迷深陷泥潭啊，这个就不要这个攻击一片人啊，不要攻击一片人。夕阳和月联盟为什么不捧布克却捧字母莫兰特，球风颇具古风类似乔科，今年战绩第一，去年季后赛逆天，德布克缺在哪儿啊？有时候他这个跟一名球员呢，他本质是不是说这个热度够，是不是说那么受到球迷的欢迎也息息相关，这东西呢那就可能说得是随着时光推移啊不断沉淀，再得一点你身上相关的其他方面的话题性呢也得越来越丰富，仅仅是跟詹纳携手呢还不太够，因为德文布克他向来说话是一老本事那种，完完全全老实本分的，他这个怎么讲呢，打法风格确实不错，但是他这个球迷对他多少就还是有点低估，那就没有办法，因为很多媒体他也是基于就是这个球迷啊到底这个对这名球员他到底有多感兴趣，然后再看这个相关的能不能说比赛场次转播数量进一步增加呀，才做相应的这种这个应对，他可能说本身球迷缘不是说那么好吧，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到底缺在哪儿，可能说之前连续率队季后赛打得不好啊，可能说是这样，现在因为克里斯保罗这一层光环啊还没有彻底失去，所以就导致多伦布克被低估啊，沉迷于搓澡，宇哥，我把如果杜兰特把蜂蜜滴在你的肩膀上，然后像熊二一样吸吮，你该怎么看呢？你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这玩意儿该怎么办？报警呗，对不对？你也不能这么整啊！这属于啥呢？我没让你舔呢，那就报警吧，报警处理。我不再喝水啊，宇哥，我和女球友决定组队为他戴上总冠军戒指，可是前不久他投敌离去，我觉得他是阿猫阿狗，我俩谁更没根儿啊，为他戴上总冠军戒指，就你俩想要一块拼搏呗，前不久他投敌离去，你觉得他是阿猫阿狗啊，你觉得到底谁是阿猫阿狗啊，看原因吧，对不对，这玩意儿这个你得看究竟是因为什么起的纠纷呢，你俩已经到了最后这个看节上了，他是因为什么中途离你而去的，这玩意儿万事必有因嘛，
所以看看究其根本呢，到底是谁对谁错？你俩是一时之间的莽撞冲动啊，还是说深思熟虑之后发现了一些问题？那就不太清楚。如果一时莽撞冲动呢，这个事儿好弥补；如果是深思熟虑之后，左右思忖再三，最终他人家权衡利弊做出了决定了，这个也就没有办法了。那这玩意儿谈不到谁对谁错吧，好聚好散吧。顺利天堂啊，宇哥，我相信小狗也会觉得一生有你是很幸福的，但是他短暂生命里自有陪伴。这个是我爸当时没看住，这不是我，因为这个不是我没看住，因为这个狗的名义上，它或者说实质上也是给我爸买的，但他这个没看住，但是也没有办法，一时没注意吧。那这玩意儿，这可能说就命里带的。那当然，其实这个狗出现意外都是主人的责任，这个你不能说啊，说命里带的，那你这是耍无赖。有时候就这样，你生活当中你得勇于承担责任的。小狗如果说因为车撞死了，就是主人的责任，谁没看住就这要赖谁。你就算说一时间柳号，你干啥了？那因为这就没有办法。但是事儿以事已至此啊，这玩意儿这怎么讲呢？本心这不希望看到这点呢，但是它已经出现了。这你说谁也不是机器人，谁也无法做到每时每刻能够这个关注到周围的一切嘛，那就没有办法了，这就没有办法。这个我爸也是承认的，我爸也是强调这点，就是明是非懂善恶，谁都是这样。我爸也是说这东西这根本就不赖小狗，这只能说是谁没看住，因为小狗呢他才四个月，他是没有说自己判断危险的这样一种能力的。因此这就我们是达成一致的，都认可这个事儿，就是甚至我也有责任，对不对？你这玩意儿应该这个尽可能搁我家里放多一点，因为我这个年轻啊，我能照顾到啊，都有责任。所以说这个小狗它还是我感觉还是挺倒霉的。这个当时去把它买回来呢，还合影照了个照片呢，那会儿感觉能给它呀比较幸福的一生呢，结果这个差不多相当于死神来了，对不对？挺晦气呀。当时我们去把它挑走呢，差不多给它送上了一条不归路了。没有想到两个月之前那会儿抱来呢，还感觉这个好好养啊，结果这个出现了意外了。这玩意儿你谁能想到，对不起这个狗吧，对不起，非常对不起。但是也没有办法，这玩意儿不是说我们本身就是不想好好养，想好好养，但是没有办法，是很对不起这个小狗小精灵，就是活到四个月就没了。你这是搁谁谁不遗憾，谁都这个感觉心酸吧，挺痛楚。因为这个小狗还没有真正说能够懂得世界的美妙，没有说闻到这个春天花开的鸟语花香的，没有，没来得及享受世间呢馈赠的一切吧，命运就戛然而止。这玩意儿这个上哪说理去呢？但是生活当中怎么讲呢，这人世之间就这样。他这个你别说动物了，就人又能如何呢？人也是嘛，也有很多这个也是童年遭遇不幸，这玩意儿这就是人生吧，这就是世间万物了，就这玩意儿吧。尽泽君呢，宇哥你好，如果多兰特获得别天神，你觉得他会对谁使用，怎么用啊？这个只能对一个人使用，别天神只能对一个人使用，对一个人使用，对字母哥使用啊，去年那会儿放我一马呀。但是呢，就算说放他一马，哈登接下来不一定能继续打了，凯如文呢也不见得能够火线归队，这是如果杜兰特单核领军，我感觉还是悬。因此用在字母哥身上不一定划算，用在詹姆斯身上啊，他不一定能打到最后一刻，因为别天神呢，你不能先露馅啊，对不对？先露馅的话，人一看怎么回事，这是中了巫蛊了。那请来大仙现场做法，万一把你这个别天神给解了呢？所以得到关键时刻。问题是总决赛你也没打到关键时刻，1-4被拿下的，没有关键时刻呀。所以这个别天神没啥太大用处啊，没啥太大用。且静后飞雪，宇哥如何评价31次出手56分、25次出手50分被称作双分、37次出手53分被称为死神降临呢？这就是对詹姆斯不公平了。这还是正如之前我讲的，
外界不了解到底具体什么原因，对待坎特兰特居然说如此之宽容，这是让人感觉始料未及的。包括他所率领的球队更衣室搅的一锅粥，结果媒体呢仍然是大肆赞美，就坎特兰特他这样一种领袖魅力，是不是？杭州这种大哥呀，难得一见。哈登居然说离这种大哥而去，那你不有眼无珠吗？但是恰恰相反呢，这种事实呈现在我们眼前呢，如果说你还能保持基本理性，你就会发现，看来呀，目前这样一种舆论的不正之风啊，已经甚至达到了一种什么样的难堪的地步，扭转了就是基础的价值观判断了，已经扭转到这种境地了，这是不可取吧。One Bodies 静语，看了有球必应节目，我说实话，你不该接湖人进季后赛的，因杨毅老师分析的很到位啊。就湖人进季后赛啊，这一点我还是比较相信一场定胜负情况下巨星的主要比赛能力。詹姆斯看看打这个附加赛，就这几个球队啊，能不能所做到？我感觉附加赛阶段的话，不像那么棘手。你别感觉詹姆斯他赢不了谁啊，赢不了这个，赢不了那个，那个强队确实差点，打弱队呢，那不见得说他就不行。打不过太阳这是一定的。今年湖人队的目标也不是说把太阳掀翻，先不翻。但你要说就临近的这支球队，那季后赛附加赛边缘的打鹈鹕，我一定先不翻的，那这就不一定了。所以单场定胜负、跻身系列赛，这仍然是有可能性的。谁也没讲湖人队今年季后赛能走多远，这不可能。我感觉现在理性判断已经不可能了。但你要说连续输两场附加赛呢，也不一定，对不对？能不能连赢两场，我感觉还是有挺大概率。8629宇哥，外界说勇士内线不行，如果给现阶段阵容一个恩比德或者唐斯，能不能稳争冠呢？或者说勇士争冠的中锋下线是谁呀？勇士内线不行啊，内线这块他肯定是有短板的，但是一支球队你可能说哪儿哪儿都强啊。现在这个勇士队外线已经是其实薪水非常膨胀了，库里、汤普森还有这个维金斯，就这哥仨呀都属于是3-4千万级别的。那你这哥仨堆到一块儿，你再结合德拉蒙德格林签的也是2500万的年薪，所以呢，你这会儿你还挑多强的五号位呢？恐怕再强的也不太好整了。这就是现有环境、薪金规模的限制，以及之前呢，没有通过维金斯拿他这份合同去换内线资产。你要说这种思路是对是错呢，也不一定都错吧？因为毕竟西部现在这几支主流强队内线也没有那么强，再结合手中还握着一个怀斯曼嘛，也还行吧。所以说给一个恩比德或唐斯能不能稳成冠，那一定稳呢。水花兄弟配合上唐斯或者恩比德，那当然稳了。这要哪有哪儿，想怎么打怎么打，那届时不一定非得打传奇了。反正这个火力四射的环境，那众星拱月，那有内有外，这当然行。你这个打法就有点玩赖了。下线中锋是谁呀？下线中锋就是卢尼。下线中锋围绕卢尼不见得玩不转，不见得一定输。再结合达拉蒙德格林嘛，你看到之前防字母防得挺好，只要说掐断他和队友之间这样一种空切配合，也还可以打。下线就是卢尼，靠卢尼也是有争冠希望的。下线就是卢尼。我是 HIU 啊，宇哥能不能理性分析哈登、詹姆斯 1.5 季后赛能力？为什么有球迷将 1.5 与哈登、詹姆斯相比？季后赛能力啊，你要说二当家角度的话，我感觉即便是勒布朗、詹姆斯呢，当然勒布朗、詹姆斯如果化身为老二，打的只会比凯文·杜兰特更好。詹姆斯哈登化身为二当家呢，他风格这块说实话，仅就当老二来讲，没有杜兰特强。至于说当球队当中的领袖呢，杜兰特他也有明显缺陷，他也没强到哪去。跟哈登相比，俩人基本上，算是仿上仿下，几乎是比较接近的。尤其你结合两人呢在场与不在场带给球队胜率方面的改变，杜兰特就是1.8%，就几乎有他没他差不多。哈登是在18%左右，也就翻了杜兰特10倍。你这么算呢，那就是哈登的作用还更突出一点，他更全能更全面，对于阵容啊挑剔程度其实也不高，你稍微给点能打的，哪怕 MBDL 他也能给你打出一个相应的战绩。所以他俩各有优劣吧，哈登和这个杜兰特各有优劣。你要说季后赛呢，季后赛的话，季后赛也差不多，季后赛其实他俩也都各有优劣。杜兰特也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硬，就是关键时刻都是他站出来解决问题，人领军带队挺身而出，也不是这样。他风格不一样，专职得分手呢，往往这个进攻效率会高一点，而这个辅助得分手呢，你像哈登，因为他是全能的，他有时候这两方面的能力啊，看球队需要哪个，我就是哪方面都有贡献。像这样的，当然纯比得分的话，比杜兰特会差，但是真说至于系列赛的影响，我感觉差不多，综合差不多。
地球背面啊，宇哥好，我是北京人，爱好篮足球十多年了，如今也快到中年了，学历低，外表差，还是未婚，面临失业，能否给一些人生指点与安慰啊？就是快到中年了，学历低，外表差，还是未婚，面临失业，能不能给点指点？北京人呢？你要说北京有房呢，你像你这种情况也可以考虑，因为现在很多人在一线城市啊，他感觉好像说待着也没什么太大意思，因为一线城市你光有房，你只要说不搬家的话，基本相当于没有，就你挣工资挣多少，这是最关键的。所以考虑到你这情况呢，你也其实可以考虑，就实在不行啊，我就把一线城市的房子一卖，差不多就可以就地退休了，就哪怕说房子面积小点，变相个几百万的也有了。那你到这个三四线小城市搁那一人呢，其实一辈子也就这样，你要说一辈子怎么的，我必须得这个成家呀，美满呢，但不见得人人都能做到，现实就这样的，现实当中不是说每个人他都能够拥有一切的。所以怎么讲呢，你要是感觉行，可以把这个一线城市房子一卖啊，自己到这个三四线城市也一样，其实也一样。你要说想在原地挺着呢，原地挺着那你就得相对来说佛系一点，对不对？相对来说佛系一点，原地挺着你有地方住，你稍微这个干点活，你也不至于说挨饿，那你就是只能说稍微佛系一点，也就这样吧。当然你不能放弃努力，你还得努力啊，好好工作，你这是最正道的。当然他这个工作机会以及就业的未来上升前景啊，不是说每个人努力就一定行，但你现在起码没到说彻底放弃希望那个年纪嘛，再拼一拼吧。实在不行我感觉也可以考虑到这个三四线定居。弯曲时空，宇哥看你直播二十年了，麻烦分析一下勒布朗和乾隆的相似之处啊。20年，这个麻烦分析一下勒布朗和乾隆相似之处。乾隆皇帝就是时间长，而且乾隆盛世嘛。在整个清朝一代啊，乾隆时期呢是属于是工商业各个方面极其发达的，看起来市面也是非常繁荣的。当然他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你比如说雍正啊一系列的改革，摊丁入亩等等。但乾隆确实他也没有彻彻底底坐享其成，那几十年间呢经营的我感觉起码算是太平盛世嘛，对不对？起码大的毛病也没有啊，在他那时候你甭管说是吃到历史的红利还是如何，他本身名就叫红利嘛，你要不说这名起的也挺好呢。一个是先人的红利，再有一点国际大事的红利，那会儿工业革命尚在初级阶段，还打不过清朝呢嘛，所以反正挺幸运的一个人吧。所以说这个詹姆斯，这个没法相提并论吧，他俩就不一样啊。詹姆斯你要说幸运呢，其实他出身是最不幸，他不是生在帝王之家的，而且呢加盟到各支球队之后，他这个境遇也不是特别理想，完全靠着自己主动做出的选择，与队友并肩作战，抗衡的强敌，最终收获的一切。就是年头倒是接近，年头都挺长，他俩年头都挺长，相似之处也就是年头吧。单身小孤狼，宇哥，你现在情绪已稳定，请给以下作品排名：立棍的技巧、投敌风云、竞技之神降临、一个没根的人、八堂表达课啊。刚才我还忘了，不好意思啊。这个单身小孤狼，就是立棍的技巧、投敌风云，还有竞技之神降临、一个没根的人、八堂表达课。以下作品排序：八堂表达课，这个在言语表达方面呢，目前已经是收出了几千份了。就反馈来讲呢。也是感觉收获颇丰，甚至有些观众呢如获至宝这四个字形容呢也算是恰如其分吧，因为这玩意就看于你从事的是哪个行业岗位，你对于这个表达课呀本身理解程度到了哪个段位，每个人的收获呢它也是有区分的，那很高兴嘛，就是带给了很多人帮助。立棍的技巧啊，立棍的技巧那就是这个强调的是啥呢？立棍的技巧，这个东西是物理学啊，还是如何呀？还是说这个怎么讲立棍的技巧？篮球领域啊，技术类的呗，比较单一技术门类，立棍的技巧，而且作品呢，立棍的技巧，这个东西看起来呢不太好，让人联想不太好，立棍的技巧。因为立棍单打 NBA 凯文杜兰特为主嘛，立棍的技巧一般般。投敌风云还有竞技之神降临呢，一个没根的人啊，这不都差不多吗？
我感觉这是一部一整套书吧，一整套书分为这个一二三四四个这个小的章节吧，四大章节，一部书下边的四大章节，或者说分册，对不对？第一册、第二册、第三册、第四册，咱们按照这个顺序来的，一二三四吧，顺序来的。这个排名的话，排名头敌，《头敌风云》这个地位最高。一个神奇的宇哥，我之前在优酷就看你，感觉你最近有点压着自己，希望宇哥越来越好，放开了讲啊。感谢啊，这位老观众，这也是很早时期的观众了，这个非常欢迎你来啊，非常欢迎。热心刺客宇哥给姚明一个什么样的天赋，他能成为 MVP 球员呢？什么样的天赋啊？我感觉生对时代就差不多。你比如说姚明，如果真是，哎呀 ，MVP 级别的球员呢？这个重点呢，你他其实天赋已经相当高了，他投的又准，个儿大，体重吨位搁那摆着，能够低位无差别的进行单吃，甭管是遇到谁，你不夹击防不住。姚明这个能力已经绝对够了，你要说还给什么样的天赋啊？那就是运动能力。但是给完你运动能力呢，你膝盖恐怕更受不了，所以这个不太好取舍。你要说一直没增重呢，低位也打不出这种级别的统治力。因此姚明这个事儿啊，成为 MVP 确实比较困难。我感觉与其说这个给他天赋呢，倒不如说给他健康吧，差不多。健康也是一种天赋，长期给他健康，或许有机会领军火箭呢，打出联盟数一数二的战绩，届时争夺 MVP， 这倒是可以，这倒比较现实。尤其热火三巨头崛起那个阶段，姚明如果说不是说这个英年早退的话，三十左右还能够继续鏖战，那这个确实有机会。因为尤其2011赛季跟德里克罗斯争的话，挺有希望的。那会儿火箭队也不是没人，围绕姚明啊，基本上已经树立为他核心了，可以。2993呢，宇哥请寄予34岁库里，并用主场 DJ 语气祝福这位划时代球手生日快乐啊！库里这个即将过生日，34岁的斯顿库里，这个年龄呢，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在联赛当中基本上已经步入到哪个阶段呢？也算是巅峰期，看一场少一场，职业生涯呀，步入到最后的冲刺收口阶段了。所以欣赏啊，这么一位曾经带给我们别开生面的篮球体验的，一眨眼间呢，从这个2013年开始陆续崭露头角啊，到现在啊，一眨眼已经10年之久，10年如同白驹过隙，转眼而逝。那么不得不引人深思啊，就是最后这个阶段，希望库里啊，他打的每一场比赛呢，我们都能够充分的欣赏吧，享受这个比赛的独特美感。目前阶段还没有看到联盟当中哪位球员能够打出库里一样的比赛，也就是说他是独一无二的，是没有替代品的。越是没有替代品的球员呢，你越是得倍感珍惜嘛。所以祝福这个库里34岁生日快乐。祝福那就是 I hope， 哎，我祝福啊，祝福 I wish， 我希望 I wish 34in the year， the Stephen Curry in 34th year in 34, he will be happy and everybody gave him the support， 可以，黑曼了个板儿，这个本人常年在野兽场打球，单打经验日渐丰富，近日与球友打球被说热身活动技巧欠佳，锻炼效果不好，自信受挫，该如何应对啊？说热身活动技巧欠佳，锻炼效果不好啊。那既然强调热身了，那看来热身挺重要啊。热身阶段其实也确实能够这个让身体啊不至于说那么冷，因为冷的状态呢，他这个场上打球啊就不至于就容易比较自摄，这样一来呢容易受伤嘛。而且体会也不好，那比较自摄的话，身体还没有真正活动开，那就是不好了，立即就参加大运动量高负荷的这样一种这个彼此之间的一对一角逐吧。所以热身挺重要，人都强调热身了嘛，那就下回注意热身呗。所以说锻炼效果不好啊，锻炼效果不好，这个从自身找原因，自身找原因，耐力包括你的爆发力各个方面，加强身体锻炼，未来你就能够应对的游刃有余。暂时主要是赖自己吧，
精神方面也不要说什么呢，太拿这一场比赛当回事儿，对不对？你别说这一场比赛啊，打完了你怎么赢了天地了？没有，你要是这种态度的话呢，那这场比赛你那种情绪一旦上来，那不利于你今后发挥吗？对不对？豪强靖宇，这个宇将雍正王朝，你最喜欢谁？分析焦晃和陈道明版的康熙，你最喜欢哪一版呢？我喜欢焦晃，最后永远支持你，么么哒呀！啊，感谢这豪强和靖宇。焦晃那个版本，他这个康熙啊，就是雍正王朝里的，而这个陈道明呢，他那个康熙是属于是，真正是以康熙为主视角的。你要说这两个版本那种帝王之气呢？还是这个陈道明啊更加十足，而这个焦晃版本呢，你要说皇帝和慈父这两者的身份哪个更加这个被强调一点呢？更加是以一种父亲身份，这是区别。就是陈道明演的那个呢，就是明显是一种处处一种是一种帝王般的视角去给他进行这方面的镜头呈现，而这个焦晃呢，给他的演绎风格就是属于是定义在他毕竟是个配角，他是重点是。这个一堆孩子争夺我这王位嘛，所以他的这个角色定义就是不是那么太像一个帝王，而更多呈现出他对父亲一方面的这样一种亲情感，所以他有区别，当然也是帝王级别的亲情，不是家普通人家亲情，这不一样。宇宙杜兰特，宇哥，我敲门开了一年某次会员，偷偷说咱们偷偷说解说预告在哪里看呢？不想错过呀。具体这个解说啊，解说这玩意儿，这个就这没法讲。这个他当地平台应该有这个预告吧？那具体不太清楚，这东西我也不太清楚。因为这个 B 站是咱们大本营嘛，至于说解说比赛这玩意儿，这个遇着就看，遇不着就拉倒。这些东西就是，这样吧，遇不着拉倒。再见了，各位观众。今天我这个情绪也是一般般，这没有办法，这玩意儿这个。人嘛都有悲欢离合，人都有七情六欲，也难免这个精神呢受到一定的打击。这个生活当中我很对不起那个小狗吧，小狗这养育之责呀，这个在于我，最终出现意外呢，这东西跟我也是干系重大，我是难辞其咎的，这东西得值得反省的，因为确实一条小生命谁也不愿意他就此陨落嘛。再见了各位观众，咱们这个明天看一看，明天争看一看，再见啊，再见了各位观众。我得感谢一下这个，这玩意儿不是矫情啊，就我也没有说这个哭哭啼啼，没有，就是生活当中确实也是引以为戒。各位养狗的呢也是注意好，就是看好自己家里这个家庭成员，毛孩嘛，家庭成员谁养谁知道，那一旦说生死分离的话，这种内心的煎熬，那种自责，那是必须得承受的，所以家里要是有毛孩呢，看住，对不对？看住，别让这出现什么意外，这都谁也不希望看到。引以为戒吧，以我为戒。再见了，各位。至于说啊，这个刚才我还没看着，这个雨说杜兰特，库里生涯最强队友，库汤伊杜绿对阵詹姆斯生涯最强队友，欧伟詹梅波呀，系列赛哪边赢谁 FMVP 呀？欧伟詹梅波和这个库汤伊杜绿，库里生涯最强队友，库汤伊杜绿对阵詹姆斯生涯最强队友，欧伟詹梅波呀，库杜汤这个一差点，伊戈达拉拉低了，绿格林这个多少也不是段位那么高，还是詹姆斯这边厉害。欧文当好二当家的话能力还是很强的，韦德詹姆斯他俩并行而立，波斯浓眉还这组更强。萨满大锅饭，感觉詹姆斯更像康熙，秦里基凭奇才三番收复迈阿密，亲征洛杉矶，稳定北境猛龙啊，更像康熙啊，就是各方面征杀呗，立了无数这个战功，就是康熙按照古代世法称之为武帝也不是不行，是不是康熙啊？詹姆斯更像康熙，哎，倒是挺像，他起码比这个乾隆要看起来更像。宇宙兰特，这个宇哥一人完美诠释数据无用，当家球星出手，各位得分个位数，球队赢球，这就叫跨时代球手。杜兰这个斯顿库里，对，
斯文库里，隐藏于团队之下，这就是库里的比赛特点。他没有那么强调就是自己的数据呈现，而且呢，经历了勇士队小球时代这样一种洗礼啊，很多这个经历了那一段时光的球迷呢，对于比赛的欣赏能力也上了另一个台阶了，就是懂得看待，就是比赛不仅仅有数据。一名球员哪怕一场比赛他就是十中二，但是呢他哪怕就是二十仅仅五中，他不一定对于比赛是拖累。你比如说当年勇士打火箭就这样，胡子这一场比赛二十中五他不一定一定拉胯，真是这样，他不见得这场比赛他一定拉胯，因为结合他的罚球造犯规，结合他在场上屡屡给队友送出妙传，不一定，这甚至你谁赢谁输不一定，所以就不能简单看这个表面数据的，深层次的影响也得看到。啊，感谢二十秒哥，舌吻铁锤，单身小吴郎，雨说杜兰特，木子老师在 B 站，好想和静宇立棍，慢了个板啊，水果挺甜，我的脚法，上稳大锅饭，人间四月天呢。再见了各位观众，这个各位也是早点休息，咱们明天再见，再见了各位观众。